外径是7.85的一个螺母。好，我把它先放到这个板子上面了，这边也打了两个。压一下就行，压平压平，后面那个后面那这个那个角，哎，压，好，继续打上去了，然后拿个螺丝再拧一下啊，都是拧上的，它这个内径是 M6 的，实际的话应该是 M5 几。到 M6，这个强度是很高高很高的，而且它不会影响这个螺牙啊，内径的这个牙子不会影响的。